就以最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国家它会发展核武，光建造一颗子弹的那个费用，如果你是用在当地人民身上的话，那不知道可以利益多少。跟那假的把你赔给人家的人家平均赔，我没有钱的，我秘书给我扣住我的，我以后就去收药嘛的，药看一个王秘书就这样，这样也没弄的，跟刚一样的药，压下压了下降，不一定会没那个钱，王秘书是讲过了，找朋友就去处理，还有我，我这最起码见着他就。就以印度为例，印度跟邻近的国家巴基斯坦，他们时常都处在战备的状态，就是彼此都准备要互相攻击对方。所以印度的人民他的生活虽然很贫苦，但是政府却把绝大部分的经费都用在买武器，甚至说部署了军队在各个地方的边境，所以人民受苦，他又想要保护人民，他用的方式刚好又是错误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。现在都跟这样子，这样子喂，啊，我们这边到期。我们先说，你们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吗？现在你这谁给我钱就给你。我就是没用过的，我就是没有好过的，我就是没得用了，怎么呢？你的命吃的，我的用了一万，那个人发癌症了，还缺点啥子？缺点啥好家伙？在近几年，有很多的科学家，他们都提出。世界如果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运行下去的话，他们都认为会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产生。如果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话，他们也评估至少会有一半的地球会在那一次的战争当中被完全摧灭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战争对于这个地球的负面影响是多么的大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谈佛法能不能够注视的同时，我们也必须要关注整个地球的这种发展，它是不是能够带来和平，这是重要的。如果地球没有办法和平的话，佛法怎么可能注视？什么农村房呀，今年农村没些啊，地基的搞不起啊，讲不过呀，那是那就找去去什么了哇？讲不着找起来，讲不着，一年的开路的，一多少条路开路。所以不仅是佛教，其实任何的宗教信仰都提倡慈悲。如果我们能够在心中升起慈悲，就会减少想要伤害他人的念头。所以慈悲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宗教？不外乎都是希望透由不同的方式来策发起我们心中的慈悲心。比如说你家里，给你孙子你自己母孙子你多高高兴兴，有没有意思？我们心情不定，我来这帮子，有这帮子呢，我就参与不了，参与不了，实在是做的多，为了什么？其他的给，但是我们并没有，并不是想想，点点水水的意思，并不是想想。老虎，今天上班的，那些舅舅在过，舅舅比较忙，但是以后那些的没在。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，也就是印度之前的一位总理，他现在已经退位了。这位总理他在退位之后，他就有提到，我在位的期间，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，因为我研发了很多的武器，我也投资了很多经费在研发武器上面。他觉得这是他在位期间
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他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决定，所以他在退位之后，在一个因缘之下，他有机会看到陆行论，他发现陆行论的造者，也就是吉天论师，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成就者，所以他在跟尊者法王见面的时候，也有特别提到他最近在学习陆行论，并且他有在修心。我们本来或者那来说，那来你你们都没搞了，我那交流队，交流交流有点说事，也跟我对话，叫我们对。俺那么的面心，那必须心呢，就是想就是，慢点就慢点的，交流队，你会先说，这个跟心里人交流有交流有路途嘛。南北去年写一个，想把他写完才得老多买人的，买人家要不了，南北家有，没有了，我看我看你是哪个，而之后那位总理，他也来到了拉达克，并且他跟拉达克当地的居民们一起念诵皈依发心偈。然后也是念诵六字大明咒，他也对拉达克当地的人民说，虽然我不是一位佛教徒，但是我觉得佛法中所提倡的慈悲，这是值得推广的一个精神。他认为在地球上这么多的纷纷扰扰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践慈悲所造成的，所以如果能够实践佛法所提倡的慈悲心，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平常人民等你要某个等你某某语的，不有的，咱哪能带土包嘛？所以其实不只是佛教，很多宗教它都提倡慈悲的观念，但只是学习宗教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升起慈悲心。那地方就是确实有点硬，确实确实硬。我去，我就我原来在通用一点，通用一点，换成一点，我去学习，现在我就没这样子，变得就是。所以，我们平常说我们要学习正法，或者是我们要修行，其实不外乎就是希望透由学习法，让我们的内心处在一种平静安宁的状态，甚至让自己能够处在一种知足少欲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学法希望自己能够改变的地方。比如从我全部没去过的那个东西嘛，我要调查解。七个七个名单上都有嘛，总多，就一直下楼。原本明明不，现在我提修一下楼，去过的时候多少人？七个七个单上都有，老多。像有很多的商人，其实他非常有钱，他甚至有好几十亿、好几百亿。如果他能够将这些钱财，把一半分给那些很贫困的人的话，他能够造福多少人？但这些人他做得到吗？他做不到。那你说他一辈子守着这些财，他用得完吗？他也用不完。那这些钱财对他而言，能够产生多大的利益吗？其实也都没有，他也知道没有多大的利益，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布施给别人，所以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。